好，阿 Sir， 礼拜六啦，整个新闻展打倾下偈啦，有咩好嘢？介绍啲好嘢。有一个华人唱好中国，有一个华人准备，啲人话佢准备啊，成为世界首富喎。有咩用啫？首富吓？你话世华区华人？你听下，世界长寿最长寿嗰个好啫。最長壽啊！你都食唔曬嘛？你多啲錢都冇緊。唔係，但係通常呢啲咩榜咩榜都俾啲鬼佬做曬嘛，霸曬。誒，我哋要好唔實講嘅。我係好十幾年前講過話，台灣嗰個慶祥咧最強嗰邊，係啱唔啱？嗯。出到人才嘛，台灣有好多人才。但你天時地利人和，你又有人去推動嘅。即係而家個太陽喺度啦，又未攞啲能量，你有冇方法攞咧？攞到啊，全部石油佬啊，要做乞衣噶啦。但就所以我哋今日講嗰個人就叫做黃仁勳，係 Nvidia。黃仁勳啊，黃Nvidia 嘅總裁係咪 CEO？ 佢冇頭白髮，搞到咁後生。1963啊。咪咯，六廿歲。仲老。1963年。台灣出世啲啫嘛，嗯，點解要搞到咁殘啊？佢要退休啊？嚇！而家如日方中啊！佢要做一個榜樣，係退而不休，但真係唔喺前線嘅，唔可以嚇。即係話俾人聽咧，工程係新退啦，又要俾接班人上啊。嗯，做呢啲咧，我壓力好大噶，好傷個肝腎。嗯，所以你睇下冇頭髮。係啊，係啊。倉老啲咯，屌世間嘅嘢，同埋你搞呢一行生意，你對未來世界係咪你搞到呢啲科技咁前衞？將來由你呢、這個你呢啲咁嘅發明品帶嚟個世界性災難咧，你咪另外一個判斷咯。你頭先講開話咩？台灣當時嗰個人心人術係將所有佢嘅成果咧擺正面嘅，就算。而家全世界頭痛噶，為咗個 AI 再發展。怎樣去防止個 AI 自己失控噶嘛？我寫論文都寫呢啲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大學，博士論文係，碩士論文又係，都研究怎樣防止出問題。大家要講啲方法出嚟。佢係獎經國功勞，台灣今日咁多科家，有好多冇出名嘅，但好多有成就。佢係一個環節啫嘛。而家呢個黃先生都係一部分嘅成功，但只不過話你有跟住。睇中佢喺個市場度計到數，咁你咪就一句好好運氣嘅人。咁你行咗先，咁你喺嗰啲市場打起啲股票，等於嗰個馬斯克一樣啫嘛。嗯。咁你而家馬斯克啲時候咪又跌落嚟咯，又開始走下坡咯。嗯。人一朵花咁啊，開完就謝噶啦。嗯。咁佢應該呢個黃先生咧，喺而家咧就收就退，咁咧就真係高手。光響萬年，人生半水。剎停呢度力，梗係啦。要剎停呢度力，要幾多？屌你！你睇打翻歷史，幾多帝國，幾多人才出現啦？可以殺大帝啊！一個少字嘅，你睇食得少好，搞到周身唔得，係嘛？你睇蒙古，睇下滿洲打曬成個中國啦，清政府又唔知。好多人冇呢个智慧的，你要搞一个好的样板，承先启后，顺利交接晒啲知识俾人，或将你个学问知识咧摆正途度发展。嗯，一人类行得太快，而家佢摆咗一啲技术考 AI 技术喺台湾嗰啲运输嘅系统度，咁已经好多人失业咗。嗯。我如果譬如話你再有支魔術棒一化揈一揈，全世界唔使耕田嘅，自己仲生長嘅，何死咁多人啊？個個冇工開啊！耕種機械人啊嘛，而家又唔得噶 AI 啊！你要同翻個大自然妥協噶，佢有佢嘅因果力嘅運作。嗯，啲人去邊度？嗯，係咯，啲人做咩？你因為你行得快一陣咧。要靠人力嗰部分咧，即刻失業咁去做嘛，帶嚟社會問題。係啊，我琴日喺澳門，今日翻嚟，因為佢哋嗰啲集團公司咁啊，啲兄弟啊，因為阿李宗盛喺度開演唱會，
咁我就呢啲都爆棚喎，1100多元張飛最平啊，都爆6000-7000人嘅嗰個場好大個場，嗰種係會好靚，音響最靚，一睇唉我睇過啦。咁你中誠本身係有才華嘅人。他為了入了上海、北京那個時間那麼多年的草稿集 fans， 但為什麼他作曲填詞呢？是要根據低端人口降低的機器寫嘛，所以看他的歌詞呢寫出完全沒有意思的東西，小學雞的東西，他本身不是小學雞的人，他被人慘不領了兩斗米走進去那個低端人口的世界，冇拎咗自己啊！要你睇查，你咩做？我琴日就好沧桑啊！睇到叫佢幾廿歲出嚟，好耐冇聽佢嗰啲嘅作品啦。佢得一個夢醒時分，少低嗰隻手啦。我就記得佢嗰首《夢醒時分》，其他佢喺國內去揾食嘅時間嘅作品，我完全唔識，冇聽過。亦都唔啱我哋聽。佢最紅嗰陣時係作好多俾林憶蓮唱嗰啲咯。但係唔應該咁樣去翻紅。你一個半傳媒嘅人物啦，咁你應該將你嘅作品啲咧帶入俾個世界咧，有啟發性，有前瞻性，啟發人嘅智慧嘅昇華，同埋嗰個道德文化有水準冇。一片空白，好唔好睇啊？咁你覺得演唱？就算寫講嗰啲嗰啲歌詞誒，涉及愛情都好撚膚淺噶嘛，唔係你死啊，我死啊，咁就攬緊住死啊，屌你個西人！我未完場，我走啦。哦，太悶啦，唉。唔啱我哋嗰個圈啊，唔係佢有嘅，全部都80-90%都係國內嗰啲人。嗰啲遊客喺度嚟到澳門消費啊，玩嗰啲捧場，有啲係賭場送飛咯。不過可能俾我聽，我都係會中途走。係啊，如果俾我李宗盛，我覺得最重要就係佢嘅歌詞同個 melody 咧係好感染力。嗯，但係啱大陸內地嘅人。嚇！咁而家你話呢個黃仁輝佢係成功嘅。黃仁輝是成功的，就涉及他台灣那個地場和他的人物蔣經國，我蔣經國什麼都不是，但到今時今日他們是忘本的，每年呢都正正式式大台大鼓去紀念這個蔣經國，還推攬了蔣介石的招牌，那些蔣都是不是差不多，沒有的，這些反骨仔來的，不是衰心來的，真的不是說笑，但佢呢個黃先生叫做好啦，翻到去佢自己都冇忘本啊！我都係台灣人啊，咁你變咗都係冇都係皇帝子孫啦，咁啊，然後都幾謙虛咯，同翻啲台灣同胞咁啊，走去夜市同人啲影相，即係好 nice 嘅人，呢個都係美國文化。嗯嗯，咁美國嗰啲就算你睇美國大老闆咧，都冇咩架子打啊嘛。穿條牛仔褲咁啊，我拉啲人都係好 casual， 冇擺款嘅，呢個都係正常。但係我哋唔睇好嘅，佢除非識退，做個樣板出嚟，人一朵花開完咧就謝，就唔好依亂學範疇，係嘛？因為遲早嘅屌你，鳳凰變山雞咁嘅用緊酸，真㗎！一個世界而家咧好殘忍嘅，啲人冇情嘅。他跟你消化了平平白白捧到他紅，到時就唱眼衰你的嘛，真的現在人性好，那些醜陋性出曬了，不是說笑，所以大家要小心，中庸之道咯，是吧？我今天回來我就來到天后附近，我走去找不到糖水泡，就是大塊木塊整杯有子蜜檸檬梳打$17，影響我。你單叫啊？我跟住走去，即係走去揾一檔嗰啲泰式嘅撥筋。哦。撥鬆下啲筋。哦。有特殊手法。哦，得唔得？幾好 ，OK 啊。乜嘢都要集思廣益啦。咁啊，希望我哋
真係中國人都夢醒時分啦，好多嘢夢醒嘅首歌。我一識記得佢嗰首夢醒時分，其他我唔識。其他你唔識啊？唔欣賞。唔欣賞。好，係咁先。好啦，拜拜。透過 QR code 或者我哋嗰條 HiPay 咧，可以直接入到嚟我哋呢一個貨金系統啦。佢可以直接支持呢個信用卡付款去貨金，支持我哋嘅節目製作嘅。我哋預設嘅金額係110蚊啦，大家可以透過增加或者減少個數量啦，去控制呢個貨金嘅金額嘅。設定完金額之後，只係需要打入 email 啦，同埋信用卡資料就可以直接貨金。接落嚟咧，我就演示一下用手機 scan QR code 嘅做法。操作方法同使用方式都係大同小異，大家可以睇睇。